您好，欢迎收看《红光大拯救十轮金刚》专辑，我是余秋月。真普宗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在西元2000年在香港传授十轮金刚大法之后，随即就进入了隐居与闭关的生活。而在去年，也就西元2006年，莲生活佛在500万众弟子的千呼万唤之下，终于慈悲地出关了。而红光大拯救的制作小组也特别呢，将要为大家介绍一系列有关十轮金刚专辑里面种种的介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先来欢迎真普宗释莲月金刚上师。上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不是我们先请上师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十轮金刚专辑整个一个制作的意义以及这个想法好吗？好的。那么首先呢，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在7年来不断地来收看我们红光大成就的节目。那么在300多集的红光大成就直播的日子里面呢，那么我们大家也从这个节目里面聆听了莲生活佛把所有一切佛法的理论以及在密法修持的种种的次第跟心要口诀，乃至于无上心法，全部在红光大成就的这个节目里面呢，一一完整的呈现分享给所有的观众朋友。那么在这个红光大成就的节目直播到一个段落的时候，那么我们制作单位再次的再推出莲生活佛所传的真普宗十轮金刚专辑作为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一个非常大的献礼。那么十轮金刚专辑刚刚主持人已经谈过了在2000年莲生活佛在香港首传十轮金刚之后，就进入了闭关隐居的时期。在去年呢，莲生活佛再次应弟子的祈求，再把十轮金刚转动这个无上殊胜的这个法轮。那么我们红光大成就十轮专辑的节目呢，将为大家直播12集的十轮金刚专辑，完整的将十轮金刚法的传授跟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结上一个非常殊胜的法缘。那么十轮金刚为什么是一个无上的大法？在真佛宗里面，莲生活佛可以说是在史上第一位汉人传授十轮金刚法那么所以呢，在四派密教的四派共同尊崇的十轮金刚大法里面呢，那么历年来在台湾传授十轮金刚法的，除了卡鲁仁婆切那个蒋贡康楚仁婆切还有这个哲布尊丹巴尊者鹫追亲仁婆切，还有各地参下仁婆切之外，那么首传的唯一汉人传授十轮金刚法的就是莲生活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十轮金刚专辑里面呢，我们将完整的介绍这个十轮金刚它的无上大法的重点，以及大家都非常好奇十轮金刚，我们都知道是香巴拉王国。那么香巴拉它的秘密是什么呢？还有莲生活佛传授十轮金刚法的传承。那么我们都知道密教的传法传承是很重要的，而真佛宗的十轮金刚在莲生活佛的传承里面却拥有两大派非常尊贵的传承。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真佛宗十轮金刚法的两大重要的传承。那么除了传承之外呢，还有修法的次第，还有十轮金刚7种殊胜的灌顶那么还有呢，最重要的在今年1月14号莲生活佛回台湾，在台湾雷藏寺传授十轮金刚法所传授最重要的十轮金刚咒 Om Ha Kamala Walaya Soha 10字这个咒语的真言的无上意义。这10字咒呢，代表着寿，我们的寿命的寿，心我们的心灵，物生神变圣解愿
智慧还有自在。那么在这个时轮金刚的专辑里面呢，我们将完完整整的将莲生活佛对时轮金刚咒这十字咒很精辟很重要的意义啊，跟各位观众朋友做分享。那么在这个时轮金刚的法教里面，那么莲生活佛谈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人世间，我们都在追逐着我们的净土，但到底净土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香巴拉是时轮金刚的净土，那么在我们的人世间呢，也有很多处地方是我们心灵所向往的香格里拉，也就是香巴拉。莲生活佛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么在地球表面的香巴拉啊，它是外在世界的香巴拉，但是呢还有一个我们内在的香巴拉，就是所谓的时轮的净土。除此之外呢还有秘密的香巴拉。秘密的香巴拉在哪里呢？原来呀，秘密的香巴拉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清净的心中，还有最无上的香巴拉。无上的香巴呢，是在最秘密最秘密里面，所谓最秘密最秘密里面，那么非得由我们从时轮金刚跟时轮金刚相应，进入到时轮金刚的光明的法流之中，我们才能够体会最秘密最秘密最无上的香巴拉。我们都追求净土，我们也追求我们的香巴拉，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回归到我们内在最清净的心中。那么时轮的意义就是代表着时，代表着时间，整个宇宙都是由时间跟空间所构成的，不可思议的十方法界。但是轮却代表着摧破，所以呢在时轮的观念里面啊，在整个时间的洪流里面，生命不断的在创造，相对的啊，生命也不断的一一的在毁灭。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灵世界来看待我们整个大宇宙的生命，那么我们对于小我就不会有太多的执着了。那么当我们对于这个小我不会有太多的贪爱执着，那么我们才能够在心中升起我们心中最秘密的香巴拉，才能够这个净土由我们最清净的心中来显现。那么这个就是时轮金刚法，这个献给各位观众朋友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一起来期待莲生活佛传真佛中时轮金刚大法。好，谢谢，非常谢谢上师这么详尽的开示。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再回来。